他很喜欢表演，他每天都在演戏，假哭啊，假睡啊，假睡。对，他会眯眯眼，然后跟我说：“我睡觉了，我睡觉。”这样子。然后他女儿现在会叫他爸爸。对。他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，这一次他突然最近他突然间叫我爸爸，然后叫爸爸妈妈。你们到底有在你们夫妻俩在家玩了一些什么奇怪的游戏？没有，没有。对啊，怪怪的。我觉得你应该爸爸头发比较长。哦。爸爸头发长，他可能还不习惯，那妈妈头发突然间变这么短。可是之前可能比较长一点点，然后后来我就越来越短，越来越短。然后他就开始有一点点混乱，他有时就会叫我们爸爸、爸爸、爸爸，我就跟他说我是妈妈。然后在妈妈、爸爸那边，他就妈妈、妈妈、妈妈，我说那个是爸爸。你老公的头发现在比你长，对对对，比我长，而且他是曲发，他就像我的卷，爸妈不在家里，曲发，对，难怪，难为他了。